女神，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他们人呢？不知道还在不在。 你们，你们应该动手啊！哎，干！你是不是记性不好啊？忘了柴琴还有我这个朋友？哎，不敢忘，不敢忘啊！这柴琴约我来的，他说给我一个好价，好价钱啊！对对对，是价格问题。我们做这，我们做这还是价格问题。臭流氓！ 你，你，你，我去你的！